拆快递，这是我闺女买的，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也没经过他们同意，我就拆给看了。好奇心驱使，你看我们家这乱，回来还没收拾呢，一会儿开始收拾。哎呀，孩子忙，你看你闺女，你看你闺女都买什么买呀？亲嘴烧，什么是亲嘴烧啊？三种口味混搭，调味面制品。零反脂肪酸，零甜蜜素，辣条这个呢？多大了？你说，二十多人了，吃这个？芝士奶酪味儿威化饼干，哎呀，白砂糖，馋了，我也想吃。这个呢？哎呀，全是甜的，你这孩子老吃。哎呀，馋死我了，不吃。这肯定就是你家老二买的，你瞧瞧，二十多的人了还吃这个薯片，你瞧瞧，他老吃这个，他不长包谁长包啊？意大利香浓浓烩味儿，你说这大人呢，没法办，这是什么呀？现在人家从小吃这玩意儿长大的，吃惯了。我妈有脆香米，脆香米巧克力，怎么还带个冰袋儿啊？它都化了呀！我也想吃，来，老张，给你吃一块，我吃一口，你吃一块。打开，你说老吃这，它能不长包吗？我说它那个能不长包吗？脆香米。还带点冰袋呢，来，老张，给你一块巧克力吃。哇塞，我吃着血糖，我这啪就得上，刚好点。你吃吧，我帮派去蛋糕，我帮吃。我帮吃，帮吃。给。真好吃。这还有一个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轻拿轻放。这是你们家老二买的，不会冤枉的。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小时候他们家孩子买的，坏了，我都给人打开了，怎么办？回来我又给挨骂了。那他不可能送串门去，他拿着大折子去啊！我先给他打开。哦，他给人家孩子买的，我想起来，我一看那他不可能吃棍儿糖啊，他俩小孩儿，他偷吃了一块。冰袋儿还给他搁进去，冰袋儿搁这里。哦，他们过节串门儿，给人孩子买的。我操，这包差点让我打开。嘿，行了，这箱子被当垃圾箱了。你看，你来，你老二他知道给孩子买点吃的。我说的，他长一点包，他怎么可能买辣条啊？拆箱，你不说你不饿吗？你还吃？他这搁这蒙我呢，我还没反应过来。对对，是。您吃的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他吃完他不吃，吃完吃完他不吃了，非得塞人嘴里的，他不吃怎么扔了呀？原来是这样。真是，掰嘎巴嘎就吃。我看着太馋了，巧克力。吃吧吃。然后他吃了一半给您了吧，是不是问一下是我妹买的还是我买的？要是我妹买的你肯定不敢吃了，我买的你没事吃一块是吧？是不是我一直以为是他买的呢？哦，那您干嘛问我呢？那您是问完我吃的还是问我之前吃的？当然之前了。哦，来了我就给打开了，我差点把那个打开，那芝士的那夹心的打开，差一丢丢。我不吃，你别给我买。那长血糖的我才不吃呢。一回到这儿来，就你们的零食一堆一堆的，馋的我不行，又上那儿捡什么去了，老张，检查怕我扔东西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